接下来呢，我们看疟病脉症病治第四，这里讲的疟病就是疟疾，好、哦，就是疟疾。那过去呢，经方家怎么治疗这个病？好、哦，诸位看看这个条辨，好、哦，疟脉呢，治玄是玄素的脉哈、哦，玄素的脉都是多热，玄池呢多寒，池是代表寒症，好、哦。玄小紧者下之差，好、哦；玄迟者可温之，好、哦。那玄紧者可以发汗呢，针灸也好、哦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诸位呢，你看他的病人的需要，来决定怎么治，到底用针灸攻下还是用温药，好、哦，都可以。好、哦，那浮大者可吐之，浮大者因为病在上，好、哦、上焦，病人比较浮是在肺上面，好、哦、上焦。那病人玄素者，风发也，以饮食消息止之。第一个条辨就是告诉诸位呢，遇到疟的时候，你看他的这个寒热，好、哦，还有针灸都可以治疗他，所以要辨证很重要。好、哦，这个不需这个好、哦、看他的这个用在食物上的调理也可以好，好、哦、也可以好。如果说这是一般的疟症，如果疟严重的时候，疟病结为针匣，结成一块。我们中有一句话叫做无痰不疟，哦，有疟病一定会有痰，好、哦、所以说治疟的时候，好、哦、我们治疗疟的时候就去痰的药是不二法门，好、哦、一定要用很多去痰的药。那祛痰药我们有相当强的哈、哦。如果说温病家，温病呢，看到什么病都是阴虚，好、哦，结果呢一看到疟，这往来寒热怎么样？你用阴虚的方法来治它，好、哦，就会成痞。记不记得我讲的六大弊端？好、哦，心下就会造成心下痞。好，胃就会有问题，好，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把它当阴虚来治。我们经方家跟温病处方的时候，遇到阴虚的症状的时候，处方是不一样的。同样是我们诊断是阴虚，温病派的呢会开滋阴的药开给他，经方不是这样开的，经方阴要自回，我们开阳药让他体能功能恢复，让他阴自回。好，可以从食物里面取得，好，食物里面取得它的真正的营养，这才是真正的治好。那你没有去好把它病人的脏腑功能恢复过来，你一直在里面开滋阴的药，到它的肠胃不能吸收啊，心下痞。好，那至于现在外面变成温病，那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哈，我们这个网络上就有说明。这个当疟病结为针匣，如其不差，好就是不好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张仲景说，这叫疟母。当疟母发病的时候，好，一月一发，十五日愈，好，如果不好，当月季节一鳖甲煎丸。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呢，如果你没有治疗，光是让病人自然啊恢复的时候，好，如果遇到疟，这个疟是一个月发一次的疟，好。大概两个礼拜自然会好，如果没有好啊，再等两个礼拜，好、哦，再等两个礼拜。那遇到这种疟呢，好、哦，你用鳖甲煎丸可以治。所以第一个是那个疟病发生的现象呢，叫疟母。这个鳖甲煎丸呢，我都没有用过，好、哦，因为现在疟不会到我们手上，好、哦，很少用到，所以诸位看看知道有这么回事。就好了，以后你也不会碰到，好，但是我后面会留个伏笔，万一你碰到怎么办？好，这个呢，你看好，这个处方是不是张仲景的？是不是原经方来的？我都怀疑哈。他鳖甲，一定是经方里面我们会有鳖甲。好，乌散呢？哈，乌散就是色干，好，黄芩啊，你看那么多处方在里面哈。好，这个我们这个凌霄啊，好，这从是经方。紫薇啊，好，蜂巢啊，
好、哦，江郎啊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经方的药，好、哦，都不是属于经方的药。那诸位看一下，这十三味，这个把二十三味药呢为末，好、哦，再取那个灶里面的那个土，好、哦，再配合，好、哦，这个制造这个鳖甲煎丸。那我跟诸位讲过，我没有用过这个处方，好、哦，用不到这个处方，因为当我们发现到疟母有如果真的有疟症的时候，你辨证按照症状来治，好、哦，把痰去掉就好了。好，把痰去掉就好了。那最严重的呢，是痰还有血。好，血和痰两个混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痞块在身上。好，变成一个痞块在身上。那疟都是有隔日发，或者是好几天发一次，有定时性的发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叫做啊疟母。第二个呢？好、哦，叫做残疟。好、哦，这个残疟呢，阴气孤绝，阳气独发，热而少气。哈、哦，凡曰手足热而欲呕，这个叫这种疟呢，好、哦，还称为痰疟。这个痰疟的原因呢，是病人呢失精，精液丧失。如果哈。哦我们把血中间呢分成水跟血，血里面的水呢就是阳，这个血呢就是阴。当你水分丧失了以后，好、哦、失掉精液，这个精讲的就是阳，所以啊、阴里面呢阳不够了，阴气就会孤绝，好、哦、阳气独发，阳往外走啊，好、哦、就会产生这种情形，好、哦，所以说。残疟本身呢是失精，哦，以后呢病人会有亡血的现象，啊、哦，血会好、哦、不足。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我们治疗这种病，当你看到病人血不足的时候，把血补足就好了，哦哦，那个精液不足，把精液补足就可以了，好、哦，这。临床上看的时候，哈、哦，诸位，张仲景像我们那个经方呢，有些地方少掉了，或者有些地方多出来，或者有地方调变摆的不是很正常，诸位不要去担心它，因为你经方是本身是没有错的东西，好、哦，所以你如果发现到有病人有这种症状，即使你不记得是这样子，你临证看，你也会开的处方可以把它治好，好、哦，所以你只要抓了经方的神就可以了，好、哦，像他这里就没有处方，那方子就没有。这边呢，诸位看，哎，来，这个是残疟，这是温疟，啊、哦，温疟的人呢，脉如平，正常人，好、哦，身无寒，但是有热，好、哦，骨节烦疼，常常会恶心，白虎加桂枝汤主之，好、哦，这个白虎桂枝汤呢，你看这桂枝汤，桂枝，哦，这个加白虎汤加了桂枝，石膏啊、知母啊、炙甘草、粳米，加了一味桂枝在里面，好、哦。这个就是因为它淡热无寒，淡热无寒的话一定是阳明症，你不管它是疟症，或它本身是疟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淡热不寒，通通是属于白虎汤症，好、哦，白虎汤症。那骨节间烦疼，常常会恶心，那这种情形我们白虎汤呢，为什么加桂枝？桂枝就是到煮四肢，好、我们会用到树枝，好、哦，树枝就是要到四肢的末梢去，用到花蕊，最高的地方就是鼻子、脑鼻的问题，好、哦，遇到下面的根茎类，茎类的是土，好、哦，所以肠胃的问题我们会用到根茎类的药物，中药就这样来的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有比如说桑枝，啊、哦，桂枝有很多地方用到枝，好、哦，就是要进入四肢上面。那像经方呢，我们用的是桂枝，我们不会用到其他的树枝，好，用桂枝。好，再来呢，诸位看哈，这个呢，如果疟刚刚是看到热症。纯热症的时候，淡热不寒，不白虎汤吗？对不对？
现在是看到多次寒症，这叫做聘虐，这个字念聘，好、哦，最早源自易经的，好、哦，坤为地卦，聘马之争，在这个聘，那个属西散，好、哦，属西散的字，那属西散呢，好、哦，属西这个药，就是在四川这个地方呢的漆树，好、哦、的树皮，哦，那个很毒啊，好、哦，你如果用手去剥这个树皮啊，老师，这个树皮很好玩，你看黏黏的，一剥下来，人家手才一出力，手就打不开了，因为黏住了。好、哦，属西是很毒的一个药，要洗了，把它腥味去掉。好、哦，云母呢，好、哦，把它烧过以后，哈、哦，烧个两天两夜，你看看，啊、哦，金石类的药都会这样子。那这里会用到龙骨，龙骨呢比较不合理哈、哦，龙骨跟我个人认为说这个方子应该是牡蛎哈、哦，不是龙骨，因为龙骨跟牡蛎的性不太一样。好、哦。那把这三味呢弄，就是你像云母烧了两天两夜哈，好、哦，这个在疟不是有个隔日发疟吗？在疟还没有发病的时候，先把这个粉剂吃下去，好、哦、就不会发这个疟。那这个是专门治疗寒疟，好、哦、发病的时候冷很多，病人有的疟疾发起来的时候忽冷忽热，是热都在热，好、哦，它这都是冷的，好、哦。那你如果属西拿不到呢？属西的目的，我们用属西的目的是要能够去痰，哦，去痰。那你可以用长山，好，长山呢来取代属西。有的人呢认为长山就是属西，实际上不一样。好、哦，那西医呢在中药里面的长山呢提炼出来奎宁，好、哦，奎宁就是从长山来的。我们用长山也可以，好、哦，所以治疗那种疟疾。那云母为什么要重烧两天？烧两天，云母这个药呢是止呕，呕吐的很严重的时候，当你用金石类的药物的时候，可以把这个好恶心呢，好降下去，因为它寒很重嘛，寒很盛才这个恶心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会用到云母呢，有中隔，好过寒，中焦过寒的时候。你病人会产生极度的昏眩，哦，晕眩出现的时候，云母好、哦、能够来把中焦的寒去掉，头昏的现象就会没有。这是主力为什么会用云母好、哦？那这个处方呢，诸位知道就好了，用的不是很多，因为我讲过这个疟现在很少了哈、哦，很少了。发病的时候呢，这个。各位看我后面补充了几个方子哈。第一个方剂补充呢，牡蛎汤治疗聘疟，好，用牡蛎、麻黄、甘草，好，属西。那你属西不要用，你用长山苗就可以了。好，四味药，好，这是我们来补充前面，好不这个比较含糊的地方，或者有些方子它没有出来，没有出方的哈。那第二个补充呢，68页的补充方，好，就是。这是劳虐，好劳虐，这种呢就是在外面劳力工作的人，好劳力工作的人，那你用小柴胡汤把半夏拿掉，好换成瓜蒌根，所以病人会有往来寒热，处方的时候疟疾也是一样，病人忽冷忽热，好忽冷忽热，那如果忽冷忽热还没有恶心，好你可以把半夏拿掉，把瓜蒌根加上去，因为它有渴燥渴的现象，好燥渴的现象，所以柴胡汤呢。小柴胡汤这个汤剂呢，就是很好的一个治疟的一个处方。那你如果配合针灸，啊、哦，我们前面介绍过，以前在接针灸的时候有讲过，比如说我们曲池啊、外关啊、委中啊，好都可以治疗疟疾。第三个补充方就最后一个柴胡姜桂汤，柴胡姜桂汤呢，好、哦，这个专门也是比较治疗里面寒疟的，好、哦、寒疟。所以你寒疟的时候，你如果找不到。属西啊，云母还烧两天两夜，哦，找不到你就用柴胡姜桂汤就可以了，好、哦，就代表胃里面的寒湿，中隔的寒湿呢，我们用干姜来去掉，处方就是柴胡姜桂汤，所以柴胡姜桂汤里面就是用什么？用牡蛎，对不对？用牡蛎鲜的，很软坚，好、哦，那我们知道疟里面呢，一定都有痰在里面，所以说，好、哦，这个用干姜呢，好牡蛎来，好热的药来把这个。痰化出来，好，你如果说
这个处方下去以后，柴胡姜黄汤下去，病人痰还有啊，你一般来说你可以加长山啊，好，还有南星啊，天南星啊，好，这都是能够祛痰的药，好，中药的祛痰药很多，好。这个条辨比较短，好，比较短，这个疟病就是好，专门讲疟疾。这个文氏易筋经啊，第二个动作，在练任何功夫，你一定要了解它的缘由，为什么要这样练，这样你才会练得很标准。我们手拿出来以后啊，五个指头，对不对？这大拇指啊，是手太阴肺经，是不是手太阴肺经？这个肺的是我们呼吸的力量最好。现在你到市场上去问啊，什么工具力量最强？人家说气动工具。气动工具就是有个 air compressor， 就空气压缩器，用那个空气来做那个工具。所以五个手指头里面最有力的是什么？是大拇指。好，其他四个指头呢都没有大拇指那么有力。那如何去练大拇指练肺的阳哈、哦、肺的阳，那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动作、哦、也是属于按桥式的。那手呢握拳的时候是握起来，这个指头这样往上翘的。好、哦、往上翘的。那起因就是因为大拇指是肺阳，好，那动作都是一样。后面呢，下半身肚脐以下绷紧，好，手是这样握到，指头呢顶到裤，我们有个裤缝嘛，顶到这边，然后轻轻提起来一寸，好，下半身永远一直保做49次，下半身一直保持着绷紧的，绝对不能松掉。上半身松掉，然后往下压，这个指头往上提，然后其他手指头往下压，好，这样。手臂倒出来，手臂伸直，慢慢吐气，吸气放松，吐气，好，做49下，好，49下这个动作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练肺气用的。那所以第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下半身绷紧，第一个动作，好，做49下，做完以后做第二个动作，49下。好，这个大拇指这样子，原因现在知道了。好，那这种易筋经都是一样，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感冒有点风寒，马上去做，啊，就会很好。像我们第一个动作为什么这样子，手指往上翘，这手指都是心包，心包的地方。好，那诸位呢，你要知道人这样气有没有气，很简单，上次我讲过有没有？肩膀一松掉，气就到手指头前去。好，这是你心包的地方。好，第二个动作是练肺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呢再跟诸位介绍。好，连续的这个好，每一次介绍一点一个小动作，一个小动作。好，诸位有空呢练一练，好就不会忘掉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补充一下前面的好四物汤。四物汤呢，好，当归。川穹，这大家耳熟能详哈，白芍，好熟地。这个四物汤真正的用意呢，当归呢是滋润，因为当归有油脂，滋润肠。那你如果肠子不好，肠胃消化不好的话，血的源头没有，真正的血的源头是要从食物里面来的。哎，所以四物汤只是要让你肠胃功能恢复，稍微补点血，然后也能够吸收更多的东西。所以它最主要是润肠。好、哦，哎，这个川穹呢是活血，哦，因为这个让血管这个里面那个结构会很好。就我们常常在临床的时候，病人呢看到他的阿司匹林吃的或者吃一些那个老鼠药，好、哦、让血液变稀的时候，轻轻一碰都容易晕血。这时候我们用川穹下去，川穹一下。就把那个血管呢收起来，而且把表面上肌肉组织之间的淤血呢能够排掉。白芍呢，好是行血化瘀，也能够活血化瘀。好，所以白芍本身呢是破血用的，好破血用。所以中医的所有的处方，包括最简单的四物汤，都是新陈代谢，把旧的淤血排掉，把新的淤血新的血再补回去。
这个四物汤里面只有真正的补血的药师熟地在补血，所以熟地颜色是黑的。好，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白芍把淤血去掉，好，当归来润肠活血，然后配合熟地补血，这就是四物汤的来源。好，所以你不能说老师这个都是补血的哈，那么简单就看过去，不对，好，一定要知道这个缘由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加减啦、啊。啊，他老师他脚是冰的，那个静脉那个曲张很厉害。白芍本来是三钱一两，对不对？同样开四物汤，但是剂量就不一样了。老师他血亏得很厉害，饭又胃口又不好，这时候熟地就加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诸如此类。那川穹是，只要有头痛，我们一定要用川穹，因为川穹是活血化，能够让血路很活络。那病人有头痛很严重的时候，你把川穹加重。好，那病人血虚的时候，兼有便秘，老师当归里面有油脂，好，像我们，麻子仁、酸枣仁、薏仁，很多仁剂里面，当归里面都有仁剂，都能够润肠啊。当归加重一点，大便就出来了，因为病人已经很虚了嘛。老师他很虚，大黄一下去，完了更虚，对不对？用当归来把大便通出来，好，这是很你了解它的药性的时候，四物汤很活用。啊，所有的方剂都可以很活用的。好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。